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最近日本一样也超级热。好，今天想要去比较特别的地方买菜，那我们待会见。今天想去那种就是比较山上专门卖蔬菜的地方买菜，就是这里。现在大概是11点多，真的爆热。好像打几个，就是有点像小的菜市场的感觉。今天是平日，所以人好像也不是很多。然后进来的话，有一些小摊贩，就在这边也可以吃东西。那种就是住在山上的婆婆妈妈会来这边买。超大一颗，但2800，好像有点贵。这边是入口，阿西塔贝鲁。现在的话也是梨子的季节，2颗450，还好。还有洋葱，虽然很贵，但这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。进来的话，这边全都是蔬菜。还有水果，然后现在其实也快接近日本的那种清明节，所以会卖这种水果的综合包，超可爱的，是正方形的西瓜。然后它旁边呢，有放这个叫哥吉拉的鸡蛋，超可爱，还故意把它放在篮子里面。蓝莓耶，很少看到超市有在卖新鲜的蓝莓。这个是白玉苦瓜吗？就有一点白，又有点偏绿，但还是买看好。然后这个是白色的节瓜，超大的，这都很便宜。啊，这个也像是苦瓜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都是瓜类。然后这里的南瓜种类非常非常多，超厉害的，各式各样的南瓜。然后在这里有看到新鲜的辣椒，超难得的，买2包。一般日本都只有那种干辣椒。然后这里是那种比较长的茄子，平常的超市很少看到。然后还有玉米。老公喜欢吃这种短短胖胖的秋葵，它室内也有。其实有些蔬菜的话，跟一般的超市都差不多价格。这里有空心菜耶，日本的空心菜梗都还蛮粗的，所以这边都要切掉。好，这边是这个韭黄，我超开心的，但是看到它的价格。我就放回去了，太贵了，这么一小撮。然后还有卖这个迷迭香，才90块，很便宜。然后还有这个香茅，很想买，但是我不知道香茅要做什么料理，香茅火锅吗？然后老公很兴奋地说，他找到这个小只的辣椒。就除了蔬菜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产品，还有像这个香菇用纸袋装的，也超可爱的。还有生的木耳，而且是日本产的，200块很便宜。还有新鲜的芥末，啊，这边也有卖一些便当，那价格就是差不多那样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日本的传统。点心，那这边比较特别的话，它都会标示这是谁做的，所以商品上面都会写名字。那进来这边的话，这里有卖一些很多茶叶，然后还有这边还有一些比较古早味的饼干，这都是日本古早味的饼干。
这是姜口味的鲜贝，好特别。还有像爆米胖的这个饼干，这个是虾子的鲜贝，看起来好像很酷，买一个回家。这个就是小时候会吃那个苹果面包，超干的那种，好复古哦。这个鸡蛋看起来也很厉害，一盒要540哎，叫百岁。这边除了农产品之外，也会卖一些肉类，但就真的会比较偏贵，而且种类也不多。我在等老公拿西瓜来，最近我们真的很爱吃西瓜，这太热了。然后也有卖一些海鲜，价格都差不多。然后这里居然卖很多贝类耶，我觉得比超市的种类还多，超大颗的。我觉得日本的蛤蟆不知道为什么它很贵，这样子四颗就要1000块。然后还有活的鲍鱼，一个大概是500啊，还算便宜。然后还有一整条的，这个是近，还算便宜。凤螺哎，但是在今天没有找到九层塔，所以我就没有买了。すげえ、めっちゃでかいこれ。けど、わかんなかった。然后这个也超好吃，就是鸡蛋拌饭的时候用这个专门用的酱油。肚子也饿，我们先来吃午餐。这边有一些点心，然后还有卖天妇罗，后面好像有卖乌冬。那这边好像是可以吃饭的地方，那我们先来找座位。里面超空的，都没有人，只有我们。那午餐就决定吃天妇罗，这是我买的那个乌冬的套餐，超便宜，这个才600块，而且它小菜给的超级多的。然后这个是我点的虾子天丼，它看起来好像比较脆。这个是虾子哎，跟一般的好像不太一样，它会把它切成平的样子。这个超好吃，它肉很厚，它切了一半还有那么厚，我觉得很厉害，而且才600块。觉得他这边的性价比很高哎，就是每样都很好吃，有点像阿嬷煮的感觉，就是不会很惊艳，但是味道都很棒，而且价格很便宜。这个是地瓜的样子，切成三角形，很可爱。然后平日的话比较少人，假日的话我人这边很多的样子。吃完了，当然没有吃饱，所以我又去买了章鱼烧，很大一颗哎，这样子六个是300，没有很便宜，但是因为很大颗，所以这个价格是 OK 的，而且意外的非常好吃，它里面的那个章鱼也给它很大颗。老公说他吃饱了，所以就我一个人自己吃。是我喜欢的那种口感，软软的。我觉得我应该会常来这里吧，这里好好玩哦，就是可以买到平常超市没有的蔬菜，然后在这边又可以吃饭，而且日本禁烟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就是连电子烟都不可以吸。吃完是点心时间，我买了一个巧克力香草双麒麟，就一般般，而且它是这种很复古的那种甜筒。然后它这个鲷鱼烧很夸张哎，
超级厚，这本就是两只叠在一起的感觉，超级重。它其实就是很传统的钓鱼烧，而且里面馅超级多，爆多，真的是很古早味的感觉。其实超这杯已经有点饱，你带回家吃好。我们就准备回家。超重，现在整理一下刚刚买的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就先来切西瓜。超开心的，买了三大包的辣椒。我们家切西瓜的时候，我都把皮切掉，然后把它切成四角形，我会把籽也挑掉，到时候这样比较容易吃。我讨厌就是边吃边吐籽。就是今天原本就是想说来煮个苦瓜排骨汤的，结果发现我家居然没有任何肉，所以今天晚上就只好吃外卖。我们家的话都喜欢吃Domino's的披萨，刚好在特价，所以是买一送一。我们点了一个四种口味的跟另外一个夏威夷披萨，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披萨。很多人好像不太喜欢加凤梨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都是那种超爱凤梨的那种，尤其是老公。不过也是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热，所以就不太想做饭，然后有时候晚餐都吃外面会比较多。其实虽然有时候假日还蛮累的，但就还是会想出去走走、散散步这样。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